鸡胗不带素的，这个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是鸡货。鸡货。昨天整的有点软乎，今天整点硬的。哦，这行啊，软硬都行。哎，说这个，这个这脚趾头嚼着。那刀剁多好吧？不剁不好，刀剁没有这准成。你看这都准成。完了再紧一下，焯一下水。哎，我的上个水。今天的另外一个菜儿，豆饺子炖土豆子。哎，那葱姜，啊，谢谢小孩，一点都不浪费。浪费也行啊，过日子那净浪费，食物价值。来点料酒，好了。花椒、桂皮、香叶、大料。红辣椒，这葱姜这一煮这味儿，超入味儿，这挺好。这大鸡爪，爸，你啥都挺好啊。那还不挺好啥的？这喝酒菜还不挺好？嗯，真挺好，真不错。你再煮一会儿，鸡爪子蹦筋了。对呀、啊，不能再煮了，要熟的快。嗯。多嫩，你看。嫩。来点糖色。清糖，调点火。糖色，这么整上色快，上色好，但就是崩啊。有水了，这不行。今天这色儿重啊。浇出来，浇出来以后再下锅，这样不好煮。你先呼吸阵。挂个色呗，对，这色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整太重了。这个色行，这玩意越熬色越重啊。对，熬多少？花椒、大料、桂皮、香叶。慢点熬。哎，还得没事。来点生抽，来点老抽。嗯。来点料酒，去去腥。再来点老抽。好嘞。好嘞，来两个大土豆子。啊，豆角炖土豆嘛。带皮的用。啊，这是用的。哎呀，在这放爆了。葱姜蒜。来一份大料。豆角。你这豆角多少钱，你妈？这豆角接近10块吧，接近10块呢。嗯、冬天豆角是贵啊。这油豆好的，就是这不是剩的，是蔬菜上的。肉下柴了。老抽。上水。好了，来点盐。上盖了啊、哦！上盖。我嘞。这个。这得多搁点盐，是吧？嗯，东西多。这个得入锅了。热10来分钟，妥，扣上。好嘞。我爸整的蘸料。好了。好嘞。大料飘走，哎呀，卡着了，他们还。正好。哎呀！哎呀，没看住我吧？正好。嗯。没看住。来点葱。来点葱花。哎。葱花是啊。啊，这。裹了。裹。上。正好，这不正好了。正好，妥。不正好还行。这家，色系挺正。色系不正。正没摆盘啊。行吧，这一盘子鸡货不挺好吗？啊、
摆啥盘？这得摆一下子。不摆盘没有样。这就不错了，还要啥？要啥要求那么高啊？嗯，那你不得有样吗？这个你要是摆上样，你看啥成的？格外吃的这又有食欲。生抽，少拿点味素。这点够不够吧？哎呀，这小点，看看到看看。我这好了得整点，这菜不整点，哎，这少不多。行，你先喝着洗一会儿，再给你补点。嗯，再补点。皮的呢，凉快凉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妞，那个围出来高一个。嗯。酱鸡货今天，这完土豆炖豆角，俩菜开拌，这是个小蘸料。嗯。我给你扔一个。嗯。扔窗口去还是扔外边去？行，哪都行。嗯，少一点你都得补上了。嗯，干啥你不得认真呗？还少白的不够，皮的来凑。嗯，行吧。嗯，人农岁尾了，再喝两点水。年农岁尾该喝点水。你马上过年了，你不得庆祝庆祝啥的？酱鸡货，这是过年硬菜。我吃个鸡翅。嗯，哎呀。这都是黑的呢吧？鸡胗不黑吗？俺们原来在家是说过年的时候，一锅出好几个菜。哼。早先可是这么整的。嗯。现在不整了。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好了。嗯。给家里没啥吃的，鸡货就不错了。你们小时候那时候天天整半不惯，这样那样的，一个锅出五个菜，猪蹄子、猪肘子、鸡手、鸡胗、鸡翅，就不整鸡大腿儿，反正。你要不服老不行了，人应该平年岁数大了，牙口不行，脑袋不行，腿脚不行，眼花缭乱，啥都不行。眼花缭乱的不是这往这顶上整的玩意儿，眼花缭乱，眼睛花了，不是往两眼昏花，眼花缭乱，眼花缭乱属于就是看不够的看那种啊。那你看手机看不够，到时候不也得眼花缭乱吗？那是有文化，还得是咱们中间有文化哈。不是有文化还眼花缭乱，花缭乱还能用那什么？我这有鸡胗，就吃鸡爪的时候就少了。你吃鸡胗没？吃了，挑一个的啊，这蘸点蘸料好吃，要不吧？不要。我那年感冒，也是咳嗽多长时间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就说冬天吃豆角子呢？冬天吃豆角子不入味儿啊？那当然了。啊。那你冬天吃跟秋天吃的能一样？嗯，豆浆味儿。就像咱家的秋天给它焯了冻上也行。那豆角多少钱一斤？10块。嗯，得，那可不得了。10块比较贱的了。那个豆角多少钱呢？60块。这个是东北人好吃，南方不吃。你得买40斗。你东北，就是我们老家。也有卖这个速冻豆角子的，对不对？有，便宜，便宜。嗯，他那个速冻豆角子跟各家那不一样，他没抽，那么冻的，那哪能呢？是，嗯，放冷库冻，我看啊，直接就冻上了。嗯，以后有东西现吃现买就行。我们家还是延续着就是咱老家过年的那一个传统，过年的时候好多买东西。哎，那年用上了哈。嗯，那时候是没拍视频呢，好像我跟我妈没拍呢，拉个小车咱捐宝，我爸没有功夫。嗯，碰着一个这么长的大猪腰子，我妈就非得要买。后来我说请示一下，俺们副长没让买，
幸好没买。嗯，咱俩买菜那工件还没口罩呢，没口罩呢，你忘了吧？过年也没口罩，我记得。过年口罩了。那大猪腰子你哪能买呀？谁要买呀？我说咋这么大呢？你不要买，说这挺好。现在还有卖的呢？有。现在这店儿还有，你要买的话呢，他给你买回两个。是不是？猪腰子，我告诉你买啥事儿，最不好买的是猪腰子，猪的东西。有冻，有冻的，有鲜的。冻的是变白色，白不呲啦色的，那一冻就再一化就变白。嗯，真正要是鲜的，就带点红血进的，血进的，一瞅就是鲜的，那能看出来。鲜腰特别嫩，小。猪腰不能买大的，两个一斤多钱，一个半斤左右的是最标准。你吃这鸡翅，鸡翅好看。嗯。你得挑好啃的，或者拿从左一下子、右一下子、最后当腰一下子，刷一下子、三下子，这些刺儿没了。今天我爸还搞点那啥呢，小米子。嗯。我家现在这个碗吧，就是买那种，都老长时间了。你看这碗都老长时间了，是不是？我搬来那年不是干买啥玩意送的，知道吧？都有点豁牙子了，我都这都不能要了。你看我这个盘子，这大号的。和这种大号的，就是在那种叫酒店用品专卖店买的。嗯，这都是好质量的。嗯，这个都厚。嗯，一口。嗯，打两个。那得有小瓶子打点。绿的也行。绿的。嗯。这菜你不来点儿，你不来点儿就得吃饭，来点不用吃饭。来，对，这黄的不喝啊？嗯，黄的不用。哎，行，不来了。嗯，你这差点不行，看老丁腰啊，看老丁的腰，你就早晚我练。我爸天天有嘴儿，天天到自己到哪嘎子，没到地方不行。这起泡豆角，练多少回了，哼，不成功。你看说搞腊肉，回头我整块腊肉试试。这个起泡豆角啊，你专搞专炖豆角，啥也不搞，再加上咱们这个，好像咱们这个大勺吧，太浅，跟咱没有关系吧？就是技术不行，啥也不行，技术不行，对，啥也不是，技术不行，你别赖这个。那就李阳他妈会炖。嗯，你看家也没看搞啥肉啊？啥肉没搞？嗯，你不搞肉。那时候咱们家在这边开饭店，人家的豆角炖好了，你就上那嘎子去看。看人说回家就说我大嫂炖的豆角，炖的豆角那啥玩意都起泡，可好了。咱们两家邻居有时候还搁那嘎子尝两口。嗯。你大嫂要是整啥都得多整点，不多整点架不住你们这边去，你说不上谁就去了，西红柿也没少吃搁那。嗯哼，嗯，这咋的，稍微凉点啊，能吃那个筋的劲儿啊。嗯，你妈吃不了，我不要凉了是硬了，尝一个，你吃个鸡翅，尝一个就行，鸡翅不吃，鸡翅凉了行，你多吃点鸡爪行，你何必手青筋暴流的呢？我
说他吃鸡爪子还能烫手子，不是那能补啊，它有那个高蛋白就是。你这玩意儿也背不住，你看我手的情况，我愿意吃鸡爪子。嗯，那不是，我们家这手吧，这就是姐妹都是这样伸手。嗯，你老爷，你看还有你二爷，你五爷都一样的手。你主要瘦的关系，你瘦的关系，你这手的筋就绷不住。你就跟那鸡爪子，还没有鸡爪好看，没有这胖鸡爪好看。我爸今天好不容易整点下酒菜，你得。给整齐了，你昨天没说吗？一晚上就忙活这点菜呢，一天就是一天当中就是最丰盛的一顿饭，是吧？嗯，两顿饭，忙活就惦记点酒呢。嗯的，完了到时候没让喝，完了还那啥，就得让喝了。啥也不让喝，人哥不想喝就不喝了。嗯。那得喝点该喝就喝，不该喝不能。来吧，整一口怪热的，外边放上泡了，那个慢慢喝，我这吃一个鸡爪子，让我妈早点休息，整一口，太热不干呗。放上泡了，提前过年了，那个提前祝大家新春愉快呀，新春愉快，兔年马上就到来了。新春然后有元旦呢，元旦不就新春了吗？嗯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明天见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吃好喝好，多穿点，多喝点水啥的。嗯，不少喝水一天。不是，我就佩服你嘛，谁也不服，就服我妈。嗯，你这左公右，左右开弓，你这你就啥事儿没有是吧？那还没事呢。干巴没事儿，这玩意儿。